小钟只要不讲话，哇，帅，美丽。你是否能安慰我？就算是虚伪的，我也真心接受。和你一起这么久。施舍的话都不肯说，冷冷的空气凝结成冰，就像你让我的心慢慢变成一种折磨。之间应该能有什么火花，对不对？哇，火花可大了，因为我们都是音乐人，所以聊到音乐，两个人眼睛都亮了。哦，真的真的，钟哥人很好，因为之前我生日音乐会的时候还去帮我站台这样。哦 ，OK OK， 你们两个才合作那么小一段时间，我的观察是极为细微的，观众朋友，对，不错，乱讲。来，你看那边，有没有看到小钟哥？能不能解释一下？这个很明显的吧？其实我今天对啊，怎么没有练琴的时候，就是我也有看到，你有看到，就是你干的。
好没缘，对不对？哇，谢哥眼睛好厉害、啊，这个畜生！我跟他相处这么久，我都还没有看到有这个，是过敏对不对？没有啦，这是小提琴的吻痕。对哦。大家不要误会了，有没有看？哎，讲出来更美了耶！对，就是有你们这些下流的人。对的。好。